老王，你不冷啊？冷也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怎么办？老王还买水壶吧？啊？买了这么微的。老王，这个天气在水里，哇塞，太猛了。一会儿一会儿。再说水温好像不算太差哈。对。好了，你发。哎，你开起来，开起来之后然后吧。到钓点了吧？说这个就这附近吧。再往南开五公里。直接下班，来开始钓点。跟我朋友确认一下。他不可能确认到的，这么大的大海，他能确认位置？大概那就神了。他拍视频，他就是往那边拍，您那边任何参照物没有。别人好，开始试一下，我们得小心点的。旗开得胜，老胡。看有没有下去就有了。对啊，希望下去就有。哎，咬了，咬了。还没杀到几？啊，最近失望。摄影师，来，我帮你照一下呗。太小了，这只。你是背着阳光的，估计照不上。对，就是我这个也是被。下去有，上去了。下去有，上了。哇，这应该是 C 吧？这是不是又是 C bass？ 是 C bass 吧？哦，是套着。是 C bass， 但是怎么感觉？他可能到了冬天都开始劲儿大了，我的中继被吃了，好像就在这儿，这附近是一个钓点。对，我的被吃了一部分。刚才你那个套刚才是下去，刚才反应过来就被吞了。哇，漂亮漂亮！没那么大，不需要啊，看着不大，不大不大不大，不用我。啊 ，C 八四，哎，量一下，说不定皱了。C 八四好像有点瘦长。C 八四不错啊，量你得老胡量一下得了。没有啊，我感觉没有没有，算了算了，那13左右，有点瘦。老王两连上了，看一下看一下。又是一条小的，这是条小的 C bus。哎呀，这 C bus 还挺多。哎呀，应该不会，不可能用装的，这么多螃蟹。我估计不够 keep， 不过接近了。哇，上了上了上了，我也上了。哎，是你上的？哎，我是你上的？哎，挺大的这条。我不知道，我操，我这条小，你的条件是，我是 C bass， 他的是套着，这个好像到了，到了到16了吧？这个到了吧？量一下。那这里面，这上面的，这的，小 C bass 不大。量一下，老胡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15。16，16，真是16。不大到16，15吧，算了。
那边没顶到头，人家15.5，对，真是十五点，算了，丢了吧。我看应该是15.5，对，好，不大不大，不是很大。哇，哇，说不定就大了。这够，还小一点。小一点，估计是。那也是吧。我先量一下，可能也是15.5。对对，你换一下，等我，等我一下。15。不大不大，一般。哇，我这条大。哇哇，哇哦，哇，这是什么？靠的。我靠，把扣子掉。这是什么？靠的吧？靠的。靠的可以。明明21。可以拿吗？靠的。21了。你查一下。你查一下，确认一下。我记得21可以拿。靠的。这个地方能钓到靠的吗？在这个地方也不行啊。我给你做个项目。那老王说，好，谢谢。20是靠的，是不可遇不可求的。不够吧？这条没量还。往这边坐一点。啊，我至少应该也不够。3、2，来，给我也来一张。我靠！等，再来一两个。3、2，再往那边来。再往哪儿的呀？行，到。啊，这不大，那我就。我的估计也不够21，看一下，量一下。不一定，这靠的长不一样。这东西细长。哎，用一下。21其实没多大的，我、哦、这条什么鱼我都不愿意来。丢回去这条鱼就死了。嗯，因为我把它抓断了。23。哇，中了。23，我靠。可以拿的。靠的23。加油。没有。大，绝对大。那个大。哎呀，不大，没事，没事，挺好。哇，这条不止了，25了，绝对25了，25。你是一个螃蟹是吧？就螃蟹，就螃蟹的事儿啊。哇，老，绝对25以上。哇，他这个坑的，钳子在这儿。你们先钓，我刚才就吞的很深嘛，25绝对有了，我一会儿帮你量一下就行。老胡转出来，转出来，一会儿你转出来一下。对，对着我。钓啊，我是不是没有帮你拍一下玩呗？哇，今天其实已经周本了，我那条至少有5磅，对。靠的比套着好吃，套的比套的靠的非常好吃的。我觉得套的好吃，不同口味。哦，这条是一整只螃蟹，是上来的。哦，是吗？嗯，就是一整只小螃蟹，然后稍微剪一个洞，剪个洞。量一下，我来帮你量吧，你就不用出来，你把它放地上行了，我怕拿不住。好，这把我拿了。哇，漂亮！24.5，牛逼了！哎呦，又调教了。24.5，大，这把绝对大了。你的针是硬针吧？不是，是一个是啥？套着，不大。哎，这好像这不大，怎么战斗力这么强？不皱，绝对不皱。它是颜
色不一样。对，大的都是对白色的。啊、是这个绝对不中，不用看。不过，我觉得比靠的战斗力要强。是，它这个发力。一会儿丢吧。这个也是咬一整只头。直接丢就行，绝对不够大。哇，这条绝对大了吧？不大吗？哎呀，这咋回事？都是这个尺寸。嗯。哇，老胡战斗力好强。这网呢？得用用网，点了一会儿。哇，这条皱了，应该皱了吧？这条应该可能会有点像。我感觉像是皱它，哎，可能又是15.5。不过咬得很厉害了。是。就是你都不用担心。会抽啊，或者怎么样？而且下去，这条还真，15估计。哎呀，15.5。我就老远也。15.5。Sorry， 15.5，这条应该够了。这个是个 top， 不够，应该不够。哇、哦，这够了，绝对够了。这条比刚才那条大多了。哦、你不用弄了，我来拿。你过来。但是，哦，这条大多17。这个这应该够了吧？这条应该够了，有可能够了，这条绝对够了。嗯，没事，我来。哦，你拿着这个，我拿，它塞容易点。我帮你量一下。这啥？颜色都不一样。16，正好16.5。是，哦，超过了，超过16.5，超过16了。哎。哎呀，老王，牛！这个是年纪大，就丢不了。有拽的声音就是大鱼啊。我也把拽个条松一点，像七八。哎，这条应该不皱。应该不大，看这样，过了。老王的应该大，老王的绝对大了。不，应该不皱，这看颜色就不皱，有花纹的。同时上了，现在看来这钓点不错。哎，张哲又上了。已经掉了，已经掉了，丢海里去了。这条值不值得量啊？不值得，肯定不到15，放心吧。你要量一下也行，我帮你量来，看一看多少，我帮你量一下。我这13，肯定13左右，我觉得。正好13。哇，这大，可能又是只超的吧？它应该是超的，超的，绝对超的，不是它这它斜着游，超的。哦哦，超的超的，哎，哇，这条大，大，这条大，绝对皱了，皱了皱了皱了。抓到嘴边了，快穿，小心抓嘴边要小心。哦，这条大，这条绝对大了。这条有20，没有，你直接给我就行。这条绝对超16了，大概有16。哇，就刚才刚。发力的那一下，哇，小螃蟹就整只是挂的了，绝对超16。对，这不是特别大，17-18样子。要钳子吗？没有。不皱，这绝对不皱。老胡这条肯定皱，没有，绝对不够，我觉得这条还有希望。哎，你帮我捡，我拿着鱼。出来了。猜多少？18。正好18。像我现在看几个。
啊，也不行。哦 ，C bus 救了，掉下十，应该有十五了。没有，有了吧 ？C bus 是十五吧？应该差不多救了。刀好多，看一下。C bus， 这算不算十五啊？算吧。它是两尾巴是吧？两尾巴，两臂长的中间。对，都十五了，正好十五，正好十五。张哲上路，啥玩意儿？感觉还是 C 八，劲儿就是连线套的那个劲儿，套着，小套着。啥玩意儿上车？感觉还是说不好。说不好。拿上来，拿上来看看。哇，双飞，一条 C pass， 一条套着。你弟弟，我帮你量下就行。我给你拍下来了，拍下来了。嗯，你帮他照一张也行，老胡。等老胡闲下来。对，等老胡闲一下。我闲。你帮他照照相，然后钓那么多干嘛呢？这条绝对是至少十七了。今年头一条 keep 了。我帮你量一下，加色成分。我觉得差不多，我觉得说明比十七还大呢。来。好。一定要钓十条，我这的话四个人就钓不到十条，四个人钓十条，十八，现在都已经三条了吧？我知道够了，差不多了。这条应该也有十八了吧？这一条没有，这条没有，十五左右。这是十五左右。你是又没有量，可以量一下，但是我估计肯定不够。颜色不对，颜色不大对。达到花白的程度，就花白的，黄的一般就十五左，哎，肯定都不用量，哎，量一下也行。发黄一般十五左右。我这条大，靠的又来了，希望是靠的。不用量吗？量一下吧，我帮你。哇 ，C bus 又一条十五的 C bus。不值，这二。我先帮你量，哎，我帮你量一下。我觉得应该是没有，感觉接近，应该是十五左右。就是十五吧，正好十五。看一下 C bus 就不中。C bus 绝对中了呀。这也是正正好好十五。正正好好十五。感觉看着好大。是看着大，但是正好十五。哎，肯定不皱，但这花纹就不皱，但也不一定，不皱，应该不皱。这花纹是像那十五寸的花纹，应该是不皱，不用量了，我感觉。不用量。是。哎呦，我这大。发力了，坚持。哇，这可以。啊，够了，都白了，身上。哎，这条应该够了吧？这条绝对够了，这条白花纹都退，你给我行了，不用弄了，我直接帮你量。还是整个的。这绝对十七以上。十七。好。大吗？这条打，这条有了，这条肯定够了，这个肯定这绝对这条这条十九吧，这条有十九了，老婆，六条，这条绝对十九了，我量一下 ，confirm 一下，没有说大刀，没有说大刀巨大，但是19.5。对，但具体是啥，得等他看上来。光听这声音是真爽啊！
我们那天这有意思啊，这个还挺沉的，这个这是啥玩意儿？我塞呀，好了我那天钓拉了二十多条鲨鱼，我没想比咱们钓到的所有靠的还有跑了还有黑鱼，哎呀，斜着游就不太大，颜色也不对，这条小的不对，颜色肯定不对，还发是塔套的，我觉得赶紧拿网。我感觉怎么像是靠的？塔套的，这都没出动响。漂亮。哇这大，直接上来行，不用进网了。老婆加油，别放网，因为他放网他容易挂到钩。立起来！哇，这条二十了。它出水然后掉下去，这个勾住。哇，这条二十。你是用什么钓的？是整只螃蟹啊！整只螃蟹。我给你了这小螃蟹吧。哇，这条爽了，二十。数数几条了，我操！实在不行，我再放些十六寸的了。咱刚开始向那边，我到那边去是吧？这边好像。18.5，这条肥，但是不大，没到20，但是我感觉挺可以的这 size。哇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这个 size 到了，这不可能到，这花纹就不对，弹不到，15吧，这花纹是那14-15的花纹，花纹够。15，七八才是啥？我觉得最少值得一两啊。好，我来量，我来，我拿就行了，你不用拿了，我帮你拿去。可能不够14，不用量，这个不用量，这个最大的就是12.5。漂亮，老胡，终于老胡又帮我们找了一条 keeper， 可能还不太够，皱了，皱了 ，Cbus， 我这条绝对皱了 ，Cbus 这条绝对皱了，哦 ，Cbus 够了，这条15了应该，这条15，我帮你量一下，应该是15，而且劲跟 Talk 一样大，哇，绝对15了，正好15，不能再，正好15，三条 Cbus 了，咱不行。啊！我呀！啊！我在挪那个。啊！我不是 tipper。